近年来受到疫情影响，改变真侪人的日常生活。但对将军区来讲，自然生态景观又完甲过去同款。今年将军区社区营造计划得到文化局的补助，汇出公所以区内人文地产作为主题，出版一本属于将军的册子，设计一系列的关怀活动，比如说送餐啊，到独居老人的访问等等，哦，来解决我们这些老人的问题，哦，啊，并且来协助我们的地方风格志的一些访问啊，还有那个资料的收集等等，很感谢他们两位的辛劳，也立下我们这个替代的一个典范。今年五月份，有两位当家替代亚人到将军区服务，为区内社区长辈规划一系列的课程活动，并且进行独居老人关怀方式等等，传递当家快乐生活在地暖化。服役的期间，就是除了有参与长照的服务之外呢，我们另外呢还参与了就是关于社照的部分。对，那就是说我们透过这样子的资源的这个汇集啊，踏查、访问跟记录，那能够让我们更加的了解将军区这边的一个人文的景致啊，还有在地的历史。参与了那个长照部分，就是给老人家带来一些热火的感觉，有年轻的形象。然后我们有给他们跳舞，然后还有有动态有静态的活动，对，然后有发挥我们就是一个是社照的啊，我是护理师的专长这样子。为了展现社造以及当朝替代亚兰这半年来的成果，16号上午10点，将军区公所伫个飞沙仑公园举办成果展，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前往参与。南天新闻台将军采访报道。